1930年代的伦敦，一个单身汉，一个美丽的神秘女郎，一个不能说的秘密。果陀剧场侦探喜剧《步步惊校》，伦敦十年来最热门舞台喜剧，希区考克电影改编，金世杰、天心、卜学亮、刘亮祖展开一场笑死人不偿命的大逃亡。首先，这是目前正在百老汇跟伦敦西区上演的走红剧，这出戏能够同步在台北跟上海两个地方同步演出，在中国话剧史上可以算是一个第一个例子。这出戏用简约主义还有剧场主义，在空空的舞台上用非常简单的道具跟景片，要呈现出37个不同的场景。这出戏有4位很好很好的演员，在我们制作的过程中非常愉快，大家合作无间。他们下一个要杀的就是你，快走。不好意思啊。哦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怎么了？在伦敦西区的时髦公寓里有一个女人被谋杀了。哎，这宗谋杀案啊，哎呦，是发生在波特兰广场的波特兰公寓。哎，住这间房子的房客叫做理查汉奈，竟然失踪了。一定是他杀的嘛。叫汉奈这个家伙大概47岁，头发卷卷的，有棕色的眼珠，还留有一撇小胡子。什么事？不好意思，我想找一下佐顿教授。找佐顿教授？是的。我是教授的妻子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哪有这样子吓人家的，吓一次就算了还吓3次。拿着。